进来了的哈、哦、啊，这个我好像还没有给到你的，你可以写一写先，因为课本的哈、哦，它不是那么完整，它只是讲到诶，很接近啊，什么就是很什么、啊，在 narrow 的地方，它的速度增加啊，这样，然后他讲这个就是 Bernoulli 啊，不完全是啊，还我还没有那个不太完整，所以你可以跟着我的。蛮容易明白的，你会看到这个句子。理解一下先啊。大家写一写这个 Bernoulli's principle 先啊，OK？如果没有 print 出来的，你要写在课本那边也是可以啊，课本有一面。关于 Bernoulli's principle 的，你可以写在附近的这边。好、哦，其实这个 Bernoulli's principle 是它的后面这句就是，可是它还没有很完整，所以你可以写我的这一句在那边。今天我们看，如果这一课完了，我们就进行课 还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做掉它先。video 开呀、啊，大家进来了的哈，我看一下，大家已经进完来了，video 开一下啊。Everybody，所以 Darren Man 在跟我在一样的地方。Everybody，video 写完了，开掉你的 video。OK。OK，好的，Joyce。豪峰在吗？豪峰要写东西啊，一年就这样要过去了的啊。OK，如果你们想要大学不要这样辛苦，你就要趁这个机会追上来啊。大学就不会那么辛苦。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OK，写完了哈，OK，还有谁还没有写完？跟我讲一下。说、so, 他讲哈，Bernoulli's principle 是什么？说、so, 这一课有两个这个 principle，你要会写他的这个 definition 的。他真的是会这样问，他会问你什么是 Pascal，什么是 Bernoulli's principle，所、so, 以你要会写整句啊。说、so, 讲真的哈，通常我都会讲啊，不用死背。可是哦，
那种 principle 的 definition，我们确实是死背的啊，以前真的是死背，最多最多啦。如果有一些更长的啦，我们就会记它的好，我们把它分部分来记哦。可是这些没有很长，我们真的是死背的，因为它的那个 definition 啊，它是定好的嘞，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对的嘞。哦，OK，所以他说的是啊，Bernoulli's principle 说的是，在一个固定的流动体里面。OK，就是一个平稳的一个流动体啊，就是讲它不会有时快有时慢，它是以一样的速度在流的话啦，不是讲，sorry，不是一样的速度，就是它是一个平稳的，它不会有时你开大有时开小，那个就不一样了嘛，哦，所以还讲到在一个平稳的一个流动体的流动的当儿，它的压力啊，里面的这个流动体的压力会低，如果它速度高，相反的，如果它速度低。它压力就会高，OK，看懂吗？这样的话，英文也是一样的哈、哦。它只是把它相反的写完出来罢了，所以它才会这样长。其实我们英文可以写 and vice versa。国语我们用什么嘞？哈，但十八嘞，你要这样啊，是可以的啦。其实哈、哦，是可以的。要不然你就倒转回来写一样的句子哦，只倒转回来罢了咯。哈、哦，马尔加勒相反的了哈、哦。的甘南本达六会高，apabila hal laju 低的时候，所以后面那一句你可以看到，其实是相反的啦。它的压力会高，当它速度低的时候，所以速度低，压力高；速度高，压力低。这个是 Bernoulli 在讲的东西。OK，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啊，运用 Bernoulli 的原理啊，这一种题目，说他讲了，这个是一个 glass tube，中间有一个 narrow area，高哇山深壁啊，然后就这样开水给它流动咯，OK？所、so、以 PQR 他讲，which of the points labeled 1, 2, 3 have the highest pressure？哪一个啊是最高的感染的？说、so、你要找走最快的啊，这个课本其实已经有了啦，大家 PQR 哪一个压力会最高？PQR 哪一个？给我一下啊。是啊，就是讲哈最慢的了，PQR 哪一个？看你的课本，看你的课本就懂了。OK，看你的课本啊，最高啊！哎，我这样太明显了吧？再来，highest pressure，看课本。OK，再来，everybody，你不会的话你猜，等我才知道你会不会嘛。有错的话更好，我就可以指给你看。好风。PQR 最高就讲它的水柱会哇，PQR 答案都出来了啊！现在啊，哎哦，他问一二三哦啊，你要回答一二三也可以。可是我看到答案里面有 P 有 QR 啊，现在 OK，所、so, 我所谓的看课本 highest pressure 的甘南巴林定义就是讲它的水柱会最高，在这边你看到了吗？水柱会最高，所、so, 水柱最高就讲它走最慢呢，其实。有吗？就是塞车的地方。我跟你讲塞车这个原理对不对？说、so, 前面这个我们叫 bottleneck 啊，知道吗？好像我们在驾车啊，有时候我们讲，哎，怎么塞车的呢？这边哦，因为前面是 bottleneck，可能啊，它四条路哦，三条路啊，等下将变成了哦，剩下一条路啊，这个我们叫 bottleneck，这个地方塞车是最塞的嘞。讲真，如果这是马路的话。OK，说、so, 这里会是最慢的。哎，写错，我的头脑想这么慢，可是我竟然写快。这里是最慢的哈，所以哦，它的水柱是最高。我们不要看这两个了，好、哦，这个不要看，这个也不要看，我们看这三个就好了。OK，这里呀、啊、通了哎，这里是小路去大路啊，这里是不是最？这里也这里不是最快，但是。这里比较快哦，因为它通了。你驾车的话，车到这边啊，可以走了哦，走了哦。可是这里最窄其实最快的，最窄怎样最快呢？我讲你按那个水喉那个掰啊，说这是你的拇指，后面是你的食指，你按它，你挤压它，哦，哇，很美哦，哇哦，你挤它，它是不是那水出来很快？最挤的地方是最快的。所以你要想啊，
快跟慢是跟压力相反的，说最快的压力最高，最慢的压力最高，最快的压力最低，这个就在中间了，看到吗？看懂吗？这样的话，理解了吗？浩峰，大家，你可以写在你的课本啦，做一个小笔记啊，其实。哦，听啊，听啊，OK，所以啊，所以我擦掉啊，所以啊，highest pressure 是最慢的地方啊，highest pressure 是最慢的地方，答案是 P 来的，number one 来的，OK，我们不是只是在做练习啊，现在啊，我们要真的在理解啊，OK，只是看课本不是很够，OK，所以这里你就讲什么啊，points number one 哦，point one one 啊，I 呀、啊，它是用 I 的，OK。哎，sorry，这是英文了。马一文写一下先。OK，弟弟，I，门不雅一，the kanan paling tinggi，OK，他叫我们解释啊，kerana 为什么它高？最高，因为它最慢，就是这样罢了。因为它的哈拉就最低，好拉就。或者是啊，哈拉就阿里兰阿耶啊，或者是没有哈拉就也不要紧，就是那水的流动最慢，OK？巴林本拉汉，OK，point one 啊，has the highest pressure because the flow of water 还是它用什么它的 velocity 啊？给、okay, 也是可以。The flow of water is the fastest at that point. 反正布拉汉迪萨勒还是怎样啦，都可以的。最低就是走最快的。该我们看了哈。OK，如果刚才你理解我讲的东西的话，那么 B 是一二还是三？请问 B 的答案是一二还是三？大家你都 try 回答，你不会你也是要 try 回答，等我才知道有啊是不是有人不会的嘛？OK，再来，一二还是三？Boy 的答案啊，有人错更好啊，我们才会知道。OK，就是讲 PQ 还是 R？Yes，嗯哼，OK 啊，还有人要 try 吗？OK，好。OK，好，我看到了。Lowest pressure 的橄榄巴林人的，就是走最快的，最快啊！在这里要小心啊，这个叫快，这个叫最快，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里最窄。OK，这里你就要想，刚才我讲了，拿你的手哦，挤压那个 pipe 的那个原理了啊。OK，你逼近它，它走最快。答案是这里来的哈，OK，它的压力就最低，所以这个呢，你看到它，诶，它的水降低哦，代表它最快，可以吗？它的水压最低啊，所以答案是二来的，OK，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写咯，这个你应该会写了的，现在滴滴啊，这样，它有门不雅一，基本上啊，它跟第一题的回答方式一模一样。你只是写相反东西罢了。The Ganam Baling Renda，所以你可以 try 啊。Kerana Aliran Ae 还是 How La Ju 你要加也可以。Baling 最快啊，La Ju。你滴滴一度，还是不用你滴滴一度也不要紧了哈。OK，point 二啊。Has the lowest pressure because the flow of water is the fastest. 刚才我写错东西哦，英文。
highest 就是 slowest。Sorry 啊，刚才我写错了，你有看到吗？啊，这个是 fastest，lowest 就是 fastest，它是一个高个低的，水压跟那个它的速度是一个高个低，说水压力最低就是讲它速度最快啊。At that point，这个我们叫Bacada。我们不是有一个 Bacada 德鲁塞一个倒转来叫什么东西啊？Bacada 松上高低，看到吗？Varies directly 还有 indirectly，所以这个叫 varies indirectly 来的。Highest slowest 看到吗？啊，就是讲你的两个变数里面啊，一个高一个会低的哦。那个 varies directly 啊是。高两个一起高，低两个一起低，两个变数一起会一起增加，一起减少。这个是一个上一个下的，这两个变数，一个是压力，一个是速度。OK，它叫我们 mark in the diagram above 啊，tandakan pada darjah di atas 啊，paras air relative 啊，就是它们的水柱大约会在哪里？Relative 就是你一定要显示出那个比较，要 relate to each other，哦，哈，说那个水柱大概会在哪里，跟你的那个课本也是可以啊。So 一样啊，再来啊，我们再试过啊。这里最慢，所以呢，它的压力反而是最高的。那水顶在这边呢，这样想哦。这里呢是出了比较快了啊，但是它不是最快，因为有个窄的地方。所以呢，它水柱会下，会比较低，但是呢，这里窄的地方是最快的，所以它的水柱哦是最低的，它的压力是最低的。OK，这个华语是给我自己看的啊，但它答案的话在这边呢，它答案我应该要用这个来，用这个来画，最高，最低。在中间，这个他会出的，叫我们画的，叫我们画的哈。OK，往下看。OK，这个还叫我们狗哪一个呢？有运用到 Bernoulli's principle，哪一个有运用到 Bernoulli's 的？哎，他讲了，OK，有吗？就是有关系到哦，那个风或者是那个水的速度啊，这样的 Bernoulli's principle。这个我们用这个笔，vacuum cleaner 有吗？vacuum cleaner 有吗？但我答案在哪里？其实它这个九分啊，没有讲九分哦。还是它的，我要看一下啊，suction pump Bunsen burner 好像很多这样的，是吗？hydraulic jack 哦，hydraulic 就不是咯，这个是 Pascal 嘛，对不对？记得吗？Pascal 就是讲哦，在一个液体里面，它的那个压力会平均的散布去每一个地方，是不是？OK，在这应该是 Bunsen burner 罢了啦，我们读到也是 Bunsen burner 吧，对吗？好，OK 啊，Bunsen burner。OK，这里啊，我们跟这个可以写一下。OK，他讲说这个是哦，它正在烧的时候，那个空气就会往上哦，怎么说呢？往上移动嘛。说里面呢，这个中间的管啊，里面啊，它就有一个速度，
就是比较快咯，比外面快。所以里面速度快就是讲压力低，外面压力高，空气就会被吸进去了啊，被推进去了，就是这样。OK，so the application of 这个 Bernoulli's principle 了，对吗？一起写一下 Bernoulli's principle。英文的话有一个 apostrophe s 啊，因为是 Bernoulli 的 principle。马来文就没有了。OK，enables air to mix with the gas，它让那个空气呢掺从这边来的那个 gas 啊，那个燃烧的 gas 啊，会燃烧的 gas，OK，coming from the gas inlet yang keluar dari salur masuk gelas gas，the gas comes out through the nozzle with high velocity，so gas 会从这边出来 nozzle 啊，OK，就是以很高的速度，which will produce 很高的速度来，你给我一下这个答案啊！速度高，压力怎么样？Which will produce 什么 pressure？他讲 garajuan tinggi tekanan 就怎样？可以 type 给我一下这个 high velocity，对，压力就低啦。Low pressure，low 啊，我们用 high 跟 low 的，用 tinggi rendah 说 tekanan yang rendah，对啦。可以接着，the atmospheric pressure。这个是平时空气的气压，就是外面的干那 atmosphere 在外面啊。氧现在比较起来了哦，里面气压比外面就比较高，比较高叫什么？比较高没有吗？就 high low 跟 high 我讲对吗？说比较高我们就讲 higher 咯，higher than the pressure inside 哦，对啦。说马来文你就讲了呗。tinggi daripada tekanan di dalam penunggu bansen。我讲了啊，这个高低不是，其实只是讲它高还是低的，因为它是比较来的啊。哦，我讲我高，我站在好风旁边，诶，我比较矮哦，对不对？所以你要讲的哦，现在呢，外面 atmospheric pressure 就是外面是比较高，诶，比较高啊，里面就比较低了咯，比较起来，OK，比起里面。所以呢，那个空气它就会，它讲啊，就会吸这个空，推这个空气进里面，其实不是吸，是外面推进里面啊。OK，pushes air into the air hole，就是通过这个空气的洞进去啊。menolak udara ke dalam，所以它是呢，外面的气啊，把它按进去了，你知道吗？OK，再来，the air and gas mixture produces a blue flame 啊，它就会产生出一个蓝色的火花，OK 的火光了，nyalaan biru。当 penunggu bansen dinyalakan di puncak 在上面的时候，可以写一写。OK，所、so, 以这些哈、哦，你也是要读一读啊，大家啊，不是只是填了罢了啊，这一个哈、哦。他会直接问这个问题，他问你啊，这个就是考试的问题，他叫你形容一下这个班森伯呢怎样运作的，你就要写这一句，这一二三句，会有这样的题目的，OK，这是 SBM 啊。不过讲真，这个不算难的，你真的是要记哦，读一读。不用死背，你要分析一下它到底写了什么东西了哦。好，我们刚才讲，你讲了什么到什么？OK，有可能啊，班森伯呢，还有什么 aerofoil 是比较难的，讲真啊，有不是难呐、啊，其实就哎呀，感觉因为我们不我们没有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啊。然后呢，这个有可能也会出在 essay 的，所以他叫我们解释他怎样运作的咯。OK，所以我们就这样讲先，跟着他罢了。OK，the wings of an aeroplane。are in the shape of an，它的形状首先讲它的形状，这个形状叫 air，记得吗？roll foil，诶，我按到什么东西？不见了的。Oh, no，按不走它。这个齿为什么被我按出来呀？讲弄掉它，算了啦。Aerofoil 形状啊，马来文也是一样的这个。所以你的句子可以变的，考试这个你要去。
去记他讲了什么东西。你的句子是可以变的，你讲他的形状是 aerofoil 形状。现在 when an aeroplane moves forward，首先它要往前移动。Apabila kapal terbang bergerak ke depan, the air that flows over the top of its wings 飞，那个空气啊，有的就去翅膀的上面，有的就去下面，对不对？现在他讲，去上面的啊，has to travel a greater distance，去上面的要走比较远啊，menempuh jarak yang lebih jauh，因为上面比较弯嘛，所以他要走比较远，OK？Then the air flowing 在下面，比起下面的空气啊，underneath。mengalir di bawah saya. OK，接着，所以我们讲，哎，上面要走比较远，比起下面。下一句你就讲，所以呢，他讲啊，在上面的空气，它就移动到比较快，它要走比较远，它会比较快一点。Thus, air moves faster at the top surface 啊 than 比起 the bottom surface，比起下面，udara bergerak lebih laju di permukaan atas 比起 permukaan bawah di atas daripada di bawah 也可以啦，你喜欢啦，哦，句子你可以变了。OK，接着，结果呢，上面快，气压低。你看啊，看起来好像很多东西要解释，没有，真的没有，你已经会有的。上面快吗？气压低咯。The air pressure at the top of the wing is lower，比较低啊，than the air press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wings。Okay, tekanan udara di bahagian atas sayap lebih rendah daripada tekanan udara di bawah. Okay, 接着，就是因为有这个气压的差别啊，produces and 产生了一个抬起来的一个力量啊，an upward force. Daya ke atas. Daya tuja ke atas，或者是 daya ke atas，OK，有一个往上推的力量，就蒙 angkat 这个 sayap ke atas，把翅膀举起来。消化一下啊。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在填充，不代表这个不重要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还重要。我画星星一下，这两个，尤其是板正本呢。OK，接着啊，这个还叫我们 label 不了。label H on the diagram for highest pressure region，最高的这个压力在哪里？在球啊那边哦。H 在哪里？最高，有人要画一下吗？L 是最低的，气压最高的地方，你觉得在哪里？这个是一个正在旋转的球啦，他讲，然后他，你看他已经画了的这一个线条来决定一下啊，最高的气压还有最低的气压，OK，最高的是在上面还是下面？这个上面是最高还是最低啊？OK，或者是这样，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飞机有点像，哦，飞机哦，这个如果是飞机的翅膀啦，上面是不是要走比较远啊？你看到吗？所以走比较远，那个有弯的地方哦，走比较远，它比较快。OK，这里比较慢，所以呢，高在哪里啊？现在气压高是哪一个？气压高是最慢那边啊，气压低是最快那边啊，L 在这边。我擦掉我画的东西，看。在球的上面和下面，现在，OK，这个是根据这个图啦。画了哦，看得到哦。所以第三题还叫我们比较，大家我跟你讲啊，这个比较是很容易的题目来的，banding kan 啊，就是讲你讲，如当然是前提是如果你这一题有答案，你会了啦哈。不过有一些题目呢，它只是叫你比较，就是讲哪里快哪里慢罢了。有时已经很明显了的，这个还不算明显的，你知道吗？OK，说、so, 哪里快哪里慢，该我已经画了啦。啊，我们就直接讲吧，我们就讲啊，我们用我上面下面也可以。现在我画了 L 跟 H 嘛，
我就用 L 跟 H 讲了也是可以 OK bahagian H 啊 mempunyai hal laju yang tinggi manakala 或者是 lebih tinggi daripada 也是可以、oh, bahagian L mempunyai hal laju yang rendah lebih rendah 也是可以这个只是两个方、部分罢了你要怎样写都可以总之 H 是高 L 是低或者是 H 比 L 高也是可以 Region H has high velocity while Region L has low velocity看嘛，来来去去是一样的，我们就在讲速度和压力罢了。这个哈、哦，其实它不是上下移动，其实这个球啊是打旁边看的。等下我再画给你看。如果这个是怎么说呢？如果是好像飞机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球正在越来越飞，越飞越高。现在不是，我们是在讲，从旁边看的。OK， 我要在这边画一下。OK， 这个 high 跟 low 啊是高的高压力会推去低压力的地方，对吗？所以这一股压力会把这个球哦，这个正在旋转的球啦，是不是把它往这个方向推？这个球现在不会是直走的 ，no。这个球现在啊是这样走的，因为它被推着去，它有一股这个推力从高的地方推去低的地方，看到吗？这个球会是转着走的。马尼嘎拉后面啊，怎么没有掉啊？哦 ，OK， 不要紧。我用另一个卡勒啊，红色是它的方向。OK， 这个推力我用蓝色，所以就是因为这一个高压跟低压的地方，就会产生一股推力把它推过去，所以这一个球会弯着走。这个就是为什么哈、哦，如果你有看足球的话，有的他们踢的球啊可以弯回去的，他感觉不会进龙门，可是他转回来哦。还有什么球会这样的哈、啊？我很少玩球，羽球。羽球好像不会这样的，羽球不会，好像不会。OK， 我不懂，我不敢讲。最常看到的是足球啦。虽然我没有什么看足球，可是我都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他踢哦，他那个足球还要踢去那个 goal 的这个方向，他们要准准这边进，因为那个守门员守不到，所以他还往这边踢，那个球会转回来的，你知道吗？厉害了。OK，next 啊，我们。再看下面，他叫我们 describe 他的这个 moving pattern， 就是他会弯着走啦。OK， 你讲 bola akan bergerak dalam lengkungan， 就会 melengkung 啊，至少你要讲到他会 melengkung 就可以了。如果他三四分啊，你就讲他会从 H 被推去 L 的地方。OK，the ball will move in a curve。就可以了。这是什么 principle？ 一样的 principle Bernoulli， 看到吗？这就是很爱问，而我们也很爱回答的问题，就是容易拿分就对了。还有四分钟啊！如果时间跳了哦，你可以去做先了。我看一下啊，后面是什么？这个我们是不是算了呢？十天的车好像还没，哦，还没有啊。OK， 你可以往后继续做先。OK， 所以等下呢，七点呢、啊、时间会跳啊，这些能做的你先做，七点十分我们再见。OK， 我现在继续讲先啊，我没有要停啊，我怕突然间跳掉罢了。等下我们七点十分见啊。OK。所以这个 diagram B 写完了吗？没有写完要讲啊。 Diagram B shows a cross section、啊、of the wing of an aeroplane。 讲真啊，它包得帮这个 aerofoil 形状
喜欢处在不是这个 part 啊，是在 Paper Tree Essay。他很想叫我们解释他怎样运作的。OK，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题目，可能呢、啊、哈，你可以有机会不用选，因为我觉得应该会有选择性的题目，我要再看。OK，可是安全起见，你还是要读的哈。它其实不是真的，不是那么难。你去分析一下刚才他的回答方式。OK，现在他说呢，这个是 cross section，就打旁边看咯。啊，我是他的移动方向是这样的。现在这个飞机，他讲 Aragrakan direction of movement 往这边动啊，这飞机下往这边动啊，所以空气从这边来啊。OK，啊，有时往左往右，你要分清楚。现在他说。Draw on the diagram and the pattern of airflow around the aerofoil。现在它的 chora alira udara 是怎么样的？它是怎样移动？跟基本上就是要你画跟这个球一样的东西。它的空气怎么样动？大概你有概念吗？空气怎么样动？嗯，其实哦，这个啊，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课本。飞机，它好像有画，对不对？对。OK，你就跟着它形状啦，大概你跟着它形状画就可以了。所以啊，空气这里来，这里上，OK，这里来，这里上。我再看一下啊，那个箭头，箭头你画中间也可以，画旁边也可以啊，其实不要紧的，这个。这样好像有点丑，跟着它，画一两条线就可以了。OK，这里。OK，总之你其实啊哈，重点是你跟着它的形状走就可以了。你有点弯啊，还是没有弯啊？其实跟着它形状就 OK 的。OK，现在它还有什么？没有 print 出来的，你就没有办法画。我知道。Explain how aerofoil shape creates。我要你写多一个东西给自己看啊，写多一个东西啊，大家。上面气压是比较低啊，上面的速度应该讲，大家。上面速度快是慢？五达拉啊，how laju 五达拉？OK，上面要快还是慢啊？快，对，顶级，速度要快啊！上面 OK，high speed of air，high speed air 也是可以的哈。OK，下面的是低的。好了，就你写多一个啊，这个啊，给自己看，给自己多点印象。Rendah。OK，low speed air。等下我们回来再见，7:10。嗯，这样的话就合理啊，对不对？还会往上推啊。写完先。